神舟十四号，打开出舱舱门。风景不错，好地儿。纵三已出舱，感觉良好。哇，这小臂的位置很精准啊，不需要微调了。在此特别感谢祖国人民的托举，中国空间站是太空中最闪亮的星，祝福我们的祖国，祝贺"更幺""更三"圆满完成任务。